不想想要开开要变开要不啊开要开要施工啊。有小贵问啊，在我朋友快一回房间啊那样，好喜欢好想点房间吗？同窗跟女友上宾馆，怒男追撞，火烧车。有火烧车耶！我去问警察发生什么事。你干嘛那么多事啦？等我一下妹。贵家三姨做警官做了，一拐弯我哪去了？问到了，问到了。那个开车撞女友的男生，怀疑同居女友跟他同窗搞暧昧，跟踪他女友，发现他去跟姐夫借车，再在同窗开房间。不会吧？他在外面等一个多小时，终于出来。他一路跟车，在后面猛按喇叭狂追，市区上瘾头文字 D， 最后整个火起来，趁过弯时从后面撞上去。是我也没办法认。女友跟同窗撞电线杆，他自己的车也撞烂起火，他还跳车哎，撞得有够惨，人都没事吧？你看，你看，就是那个穿灰衣的撞车，白衣服的是同窗。啊，你在照我一定搞一堆，你别怀疑，还没处理。阿丹，你下午该处理，等下你总不会处理了，是吧？你刚才等什么？没事。哎，话说你不会给我戴绿帽吧？才不会！但你怎知他戴绿帽？那个同窗说他只是带女友上宾馆休息。切，这年头盖棉被纯聊天，谁信啊？